好，大叔，欢迎各位收看 Starter Care Has Recuse 911的游戏影片。那上一次到第五关，主要是说他主角 Amy 竞争失败，那对此情绪平复说很稳定。那也包括了有一只狗狗，应该算老狗了啦，身体不是很好。那个老太太本来想要帮狗狗庆下周庆祝生日，不过究竟到底会不会好起来，我想后面故事会一个慢慢交代了。那希望有好一点结果了。好，开始第二关，别打扰，别打扰这位人士。哦，别让这哦，别让鸟打扰他工作，对，应该是。人物跑到外面去了，真他妈瞎哎！awesome。 按住脏的地方，把它擦到，哦，就金额够就对了。好，稍等我一下，稍等我一下。老天哪，这只鸟，刚才那只狗是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天哪！ Fantastic. Sharp.
说真的、啊，那么可爱的鸟，哪边可以买可以饲养？我好想养一只哦。不过我家有已经有猫了，所以我还蛮怕它会把它抓走。让客人保持愉悦 ，OK， 没问题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挑战没有老鼠，真的是好太多了，真的。假如说还要找老鼠，真的是会啼笑。我去看一下成就有没有关于说是连续，对，没错，完美，还真的有哎，我太了解这游戏，应该说是我太了解这 Game House 的想法了，哈哈。啊，那我猜了，那之后鸟应该会跟着独角走啊。看五十只宠物玩，应该不是现在玩。我差点手残给按跳过、啊。我发现这游戏有一个共同点是，主角都会认识一个比较有点钱的朋友，真的，而且人际关系也很好。
我相信如果有养宠物的人其实看到这边心里会有点感触了，那不论是别人家的还是自己家的，看到他们这样子其实或多或少会有点心酸还有难过了。好，请你诊所。哇，好真快。啊，忘了，我又忘了叫鸟去表演了，真的是，有时候真的是一专注就忘记了。
那其实来鸟只能在病床上表演，不能在客人那边表演。那这个两头烧真的是很难过了，但我想我们人生中也多多少少有面临这样情况，有的时候事情就这么刚好挤在一起，然后你不得不选择其中一边。我想未来之后还是会有这样情况。那总之啊，不管选哪一种选择啊，就不要后悔，就不要后悔就对了。那如果当初会后悔，还不如在那时候好好再三思考你要选择哪一边。可以交替服务收银机哦，就是不要连续就对了。那这样的话我要记得很清楚。刚刚是收银机嘛，好，现在换这边。Awesome. 好，刚刚应该是收银机，所以再来是猫的，再来是宠物。天哪，我怎么突然玩得好累啊？好，再来是收银机。那再来是狗狗，好，再来是收银机，还好没有出错。天哪，这要是之后再来一次，我脑袋真会烧焦。
然后再来是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吗？啊，没有，至少要五左右 ，OK。完成24连击或是连锁加分，啊，简单讲就是连续就对了。阿丽莎说的也对啊，就是他跟阿公不解释，他身为中间的，他真的是帮谁也不对了。Awesome!
还想说怎么卡住的。哦，要去 Emily 的店哦。这阿公说的还不错，家这也是你的家，但是家没有不应该成为你的义务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说的很还蛮正确的。好，再来是挑战，别遗嘱 ，OK， 这个太容易了，应该吧，应该啊。要说这游戏目前的问题在于说，它狗狗宠物移开以后，这个清洁动作会有点慢。Sharp， Sparkling， Fantastic。好，非常容易。再来是第一章节的最后一关了、啊，大家之前先买一些东西吧。当然，以我的个性，应该是累积多一点，买15的左右。哇靠，两个15，会不会太夸张？好，第十关，近期优劣势帮助 Amy 做抉择，不用我们帮忙做了，这游戏已经设定好了，做的真的是。
本来故假如说故意把它拿满的说，算了，没差了。好，第一章结束了。那这游戏影片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。那有的时候当你决定一件事，那或许会再开启另一边一条路了。那就像他阿公一样了，他本来有意要退休了，但是看到他的孙女这么决定要往前的，他还觉得说好吧，还是再撑下去，撑到他说他孙女回来为止。那下一次就是到纽约去工作了，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故事。那
那看起来加护中心这边应该就是开始故事的主轴啦。啊，整体来说还算不错啦，主要是有可爱的动物稍微舒压一下，把一些不爽的事情全部都丢掉了。那至于奖杯的部分嘛，这应该我就自己去试下集了。好，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